发自你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Hello。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无恐惧是极致的喜乐。你的实践如果让你无所恐惧，你就是自由的人。一个人想要修行解脱道，却无以皈依做基础，就参存一杯好的种子，也伫个水泥地，或者其他无法度成长的土脚顶面同款。若无皈依，就袂当叫做是佛教徒。而若无发心，便无可能成就佛道。所以皈依甲发心，会用个讲是一体。当咱讲皈依的时，听起来敢那是咱求好以外，其实咱所皈依者的是内在的，是佛法经的内在本质。皈依有其外在的物件，比如佛是2500年前成觉者释迦牟尼，法是咱刻板奉行的释迦牟尼之教，经是伫个修行之道上指引咱、甲陪伴咱的法师或者是中者。
内在的真正的皈依物件是佛，那是指迄个已经修行正觉的佛，嘛指迄个人人具备，令咱会当如释迦牟尼同款成佛的境界，佛性。咱有时讲皈依，有时讲礼敬，实为皈依不只是礼敬，因为皈依的意思是积极利用迄个会当把咱的内在的应现的佛性完全释放出来的机会。受皈依戒，并非只是念诵皈依文，诚心诚意受皈依戒时，咱所得的，不但是形式上的戒，也是皈依的真谛。这个时，皈依者有一种细致修道的感觉和自信，拢会伫个咱的内心产生出来。这就是三皈依的戒体。当行者对三皈依升起深切的愿望和信心的时，对众生的慈悲便会由伊心中自然升起。皈依时，咱来观想自己甲一切众生，一直到正得佛果之前，拢爱皈依三宝。如果咱信赖三宝，慈悲众生，并且深切了解诸生根属虚幻，无以能量存的话，那安尼受皈依者就已经领受到三宝的加持。
经受皈依戒，已经正式发誓求大解脱，咱就必须保持对完成此事的信心。诚心发誓，自会有行动随之。如法受三皈依，必定有36位护法神力压守护。一切修心发教的精髓，是以五力修行。第一，愿力。此处之愿，在藏文经典中，意思是道志，或者是发誓。一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咱是把自己的心愿导向得到究竟证悟，甲利益一切众生的目标上。一开始发射或者是冲刺，就不断地继续下去，一直到实际得到究竟证悟和利益一切众生为止。第二，愿依修行之力，列为第一的愿力，是借由修行对菩提心甲究竟菩提心而实现。处理菩提心，爱稳定的、精进的，以信心来修。而修行时间的不断增长，即是第二力。
第三，清灵之力。清灵就是政治是属复兴的清灵，初中清灵人都有记得借着所请加神恩利瓦，所谓神恩即是福地利主娘。第四，净化甲舍弃之力，自无始至今，从今一直到得到正悟，所有一生未生的障碍，究其起因，皆源于我。我念念相续，依缘起法，不断再现，令我存我之缘，是为恶缘。对初地初界之时开始，一直到洞悉我的本质为止，其中咱也未当无自利，但必须是神圣的自利。愿自己会当得到解脱，以便协助众生，这是神圣的自利。只求自乐，全不顾他，这是恶性的自利。因此，咱首先爱去除恶性的自利，然后才去除善性的自利，渐渐如是增进，极有必要。祈祷之力主要是指那个可以将咱所成就之身全部贡献出来，把一切众生分享的力量。除第五力和列为第一的愿力相同，都是就力以普遍之身。Thank you.
运用处理，会当予咱产生对恶缘的正确态度。伫个祈祷中，咱祈求自己会当面对恶缘，将其转化为善缘，或者是有利之缘。会当了解恶缘，会当感激恶缘的来临。顶面这五力，只是咱如何把修心之法纳入生活之中。以此五力为基本原则，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拢会当转为有益。修行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小乘、大乘，或者是金刚乘，拢永远需要初五力。初五力对大乘甲小乘同款适用，只是在愿力方面有淡薄仔无同而已。小乘上初发心是自得涅槃，基于四力之性，即以初愿为本。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分会举办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法会，日期11月11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下午2点佛学讲座《阿弥陀佛48大愿》。恭请湛江法师主讲，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
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药师宝忏护生小红山，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2，0728202278，0728202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既然你不会永远留在这个世间，听闻的人们啊，那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你的旅程。在我们之中，谁没有想过去建造一幢坚固牢靠的房子，可以让我们住在里面数十年，并在我们离开世间之后，还能维持数个世纪？谁不曾梦想致富，在余生免于所有的忧虑？是永恒的恶魔诓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事物能够持久，相信任何人事物永远属于我们，注定会令我们失望。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目睹人们在死亡时，心思完全被所爱之人与所留下的身后物占据，遗言除了一连串的执着之外无他，完全无视于等待在他们前面的命运。如果他们完全忽略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很可能是充满痛苦折磨的。相反的，圣者与真正的行者不认为自己拥有任何事物，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更别说财物或住所。听到这样的事迹或遇见这样的圣者或行者，是多么令人有所启发啊！他们是财物为暂时借来的虚幻之物。我们要经历很长一段旅程，去通过六道轮回，如同一名小心翼翼准备旅程展开环游世界的水手。我们应该亲近佛法，为自己面对一段甚至更长通过死亡与再生的旅程做好准备。